会。你想吃点什么呀？我没胃口。那要不这样，上回你想吃那个套餐啊，今天又有了，要不要再来一份？我不想吃，给我酒。什么酒啊？什么酒都可以。好。你还回来干嘛？你为什么不睡那个狐狸精那里啊？哦，我回来拿些换洗的衣服。这些天我会暂时住在宾馆里。你住哪里跟我没关系。对不起，回来惹你生气了。有什么事，打我电话。我随时都开机的。周总，你又出钱又出力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用感谢我，谢我妈好，我只不过奉命行事。周总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哟，前面还有两个病人。周总，我妈在这儿陪我，不如您出去透透气吧。好，那有事打电话吧。